我原来可以在左边标，每次都没有办法。他卡左边就可以在左边标。他走过来撞不到我们就可以了。因为你站在右边，然后峰峰在左边，你的距离一定要够长，你才能去标他，否则你不能标。够远好像可以。我举个例子啦，如果峰峰在左边的卡点，你们站在左边标，他绝对跑，绝对会跑。会跑，所以是要够远才可以。对。因为前标输出够痛，他看到我。是在奥义范围外的话，奥义范围一样要够远。就好比说，有些人到底能不能靠无敌过去当无敌过去斜砍帮忙打？对，绝对不能无敌。无敌的话，叶扎直接出闸了。不过就跟你开九字。可是我们刚刚这样成功啊！我们是站在最远的地方标啊，峰峰在卡、在右边的金堆卡左边，然后在最远的地方标。卡右站左，对，所以你们可以在左边标。我这样讲。可是他卡左呢，峰峰在夜叉的左边呢。哎呀，那是卡右站左，卡右边的洞站左边的地方。什么叫做卡右边？哦吼，卡右边的金堆站左边的地方，对啊，当卡右站左啊。啊，如果他卡右边，但是峰峰在夜叉的右边呢？卡右边的金堆，峰峰站右边的金堆，就是不能啊。你站在右边标也一样不能啊，因为右边右边不能的原因是因为什么？奥德道者是太近吗？太近的话标会那个，所以左边才可以。没错。那你觉得这个要上传吗？我稍微拍了。上传了，可以啊，上传了。好啊，就大概简单。反正刚刚是怎样？刚刚是右边的金堆，我们右边的金堆夜叉卡住，我们用木盾单卡卡住夜叉，然后峰峰在左边，我们是距离。那个风夜叉位置很远才成功的。那其实我其实有一个想法啦，我问你们，如果你是卡右站左，然后有一个要斜砍的要过去砍，能不能过去？应该不能。我记得这个是不行，因为假设你卡右要偷换红色骨头，没有，我换寒流对侧棉被，明明就是红色大麻色的。这么香的炸，哎，两场真相啊！那我用另外一只打啦。对啊，这样子会比较深刻。不，好像都要打吼，两场打一打好了。那个 Milo 第一是谁啊？是枫叶哦。路人。操作还不错，操作不错的路人。布丁王者，我没记错，他叫布丁王者，还不错。我在拍你。布丁，他是布丁城堡。三组九诺可以吧？两个人生。他赢得蛮好的。好，那这影片先到这里了。简单分享一下，刚刚可以成功在遥远的彼方标卡右边金堆，但是卡的人峰峰也要在夜叉的左边才行。先这样，简称卡右站左，卡右边金堆站左边标，而且峰峰也要在左边卡住夜叉才行吧？对啊，那如果峰峰要在夜叉的左边。啊，算了，那我在左边的他，边打边聊好了。嗯，那右站，所以标跟夜叉中间一定要有一个人吗？还是一定要有一个无敌的人吧？要有一个无敌的人。那如果说他卡右边，然后峰峰也在夜叉右边，我们就不能在右边标，也不能在左边标，没有错。对，因为右边的话是距离夜叉太近，左边的话是因为夜叉左边没有人，没有一个无敌的峰峰卡在旁边，可以砍，右边可以砍，那我刚刚左边也可以砍吗？啊，不然我们这一部片就来实验啊，用砍的好啊，我是很想好奇一件事情，因为我自己印象中，假设好比说这样子好了，卡右站左，然后有一个侧砍的过去右边，第一次砍不了，他会跑出来，那我们就来试啊，准备翻船啊，峰峰。没关系啊，啊，帮我帮我们残血那个夜叉残血的时候，我们再来试啊，也可以啦。反正过去的要点很简单啦，你就是得要等那个单卡者耗完一之后砍一下才能过去。花糖的秘诀啊，花糖的秘诀才过去。啊，当然了，你一定要无敌，你要维持无敌。无敌之后，然后那个单卡者要砍一刀，让 BOSS 确定说你有在单卡。这个就是我其实很好奇的一个点。路人同意了，那你可以上电视吗？
应该可以。反正这个一直就是一个问题啊。假设我以这样的情况可以，那如果反方向可不可以？那这一次要实验什么？峰峰，你要跟刚刚一样，然后我们去斜砍吗？对，去斜砍。我只要测试这个。我印象中是不，原因就跟标的道理一样。好，那就是跟刚刚一样，峰峰卡右边，然后呢站在夜叉的右边金堆，然后站在夜叉的左边，然后呢。对对对，我们远远的飙，小次郎一样远远的飙，我无敌过去斜砍他，我无敌过去，你就直接那个，直接贴过去，然后呢奥义斜砍吗？对。直接贴过去，所以不用，我不用无敌再过去。对，因为你如果无敌过去，他就会乱跑啊。啊、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不用奥义，我就写？对啊，你就是直接过去，直接过去就好了，不用奥义、啊。所以我直接过去斜砍，就、嗯、对啊就，我必须要站在峰峰的下面吗？对，我必须站在左侧的左，我必须站在左夜叉的左上或是左下，对吧？对。啊？卡右边啊，峰峰站左边，怎么会是左上左下？卡右，我觉得你讲右边讲了右边金堆好了，不然我其实也不太好懂。澳洲啊，不妙，听到哥哥距离超远，还行啊。哦，还好，还要拦截得到。那就奥义很痛的。注意啦。那個、所以你刚刚有看到我们那个峰峰春雨夜单卡的画面吗？就刚刚那个画面，我跟小次郎在飙，对不对？我不我改成不要飙，我到峰峰的正下方一格，或是正上方一格可以砍吗？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那你的意思是说我要到夜叉的右下角才行咯？对，我是要测试这个。啊、不然你也可以测试左下左上啊，我印象中不行。不，我反而右，我觉得反而右下会出事哎、欸。好像记得以前好像有，没有，好像是那是双卡，我记错。单卡我不知道。好，那我就试右下，我就试，反正夜叉的正右边绝对不可能会有人啊，那个会有人绝对脚痒跑掉。我一直对被这个问题困扰很久。有些人说可以，有些人因为其实木盾单卡，你只要单卡到了就可以，就其实就可以就很稳的了，差那个一点点时间呐、啊。可是这个其实有效建立在于单卡的这个最速的部分。我靠，这个惨了！他怎么不见了？他也不吃人参哦。他刚可能快死掉。哇，惨了！这边哇，这个有点惨啊、嗯，大哥。没事，没关系，有万能的进化拯救你。等一下，他到底耗了多少水？一水而已，没有耗水吧？我还有一组，我还有一组。你有封石？你有标石吗？有。先是小跳。靠北哦。他好像宕机了。算是到他耗掉一水了，干，运气真好，中火鼠的狂野竟然没乱跑，什么鬼？我觉得他会奥义啦，我要死翘翘啦，啊啦啦啦！哦呦，可恶！哇，你把兵长叫出来就尴尬了，要等一下马上帮他补血。靠北，我忘记是兵长放白夜命。到，要奥义了，别跟他硬直。啊，回了。
等我出来赏他一个奥三。八八。我觉得那兵长快奥三喽，一直没有回。可以可以，没事。真是惨不忍睹，不过还行啊，大家的酒怒都还在。我怕我怕那个Milo， 那个 Milo 会死掉，那个血量。五，他有五罐水，五罐水可以了。够了，够五罐水够稳，两组酒怒已经送他下去。哎哎，赶快跑！哦，还好。出事了，出事了，出事了！珍珠啊，小子！可以可以可以，哦呵，这个位置也挺嗨的。毁了，这场毁了。不会不会不会，这场不会了，我们那么强，干！等一下，强哥头，因为他在搞，他最下面他会跑掉嘞。不会吧？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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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没有没有，那个狂炎攻击性很强的 ，OK 的。不要自爆哎、欸。那那个上的湖南乱。还行啊。上层兵来啊！只要上层兵有贴到那个地方，不要砍他。哎、欸，那个上层兵卡住了，你要把他装掉。哎、欸，我跑开后。好，接下来就是来实验了。你说我要卡右，那我可以卡右上吧？还是要直接走相对位置，相对位置有点脑筋转不过来。我把他拉过来。好，假设是这边，没关系。你是说没有人的那一侧的上斜斜角上下？对对对对对。哎、欸，小次郎往上，小次郎往上。对。好。好。哇！啊、大哥你掉了。你要直接在那边？这么勇，勇猛风风。他应该要二。对，没有。我清定一下，让他不会动一下。没有没有，我没火没火。我知道，我清定他而已，定他就是让他拖延一下。一刀两刀，一刀两刀。惨了惨了惨了！我觉得这血量应该凉了。这感觉就超级会五月雨的、啊，这五月雨之血。接下来难了，风风上，我们要试吗？是。啊，立场发挥。哎哎哎哎，你太快了啦！太慢了，太快了。没有，我失误了。刚那个第一次失误。哪位？不是。反正五月雨他的奥义就是，我是不是应该带木盾？小次郎要操作了，小次郎。哇，完了吗？这么狂？没有，他没有要操作，他要给你操作。我没有木盾。来，离开，都离开，都离开。奥义。好，接下来我要到最右边去。他们还要过去，他有混沌，他有混沌。啊、可是标的也可以啊，那个位置可以标啦。来走走走，然后等，然后奥义，好一下。哎、欸，他没有走哎、欸。可以耶、欸。哎、欸，他没反应呢、欸。他没有反应呢、欸。那所以我之前遇到有反应又是怎么回事？可是你有没有米老师最后一刻上去的吗？最后一刻、嗯，最后一刻，他死的时候就上去了。可是那时候他已经进入他奥义范围了，其实。所以斜砍到底会不会有问题？这就很难再讲。不会啊，不会有、啊。嘛，随便啦、啊，反正就看有没有猛人再来研究一下。我们这影片就先到这里好了。我是天之，这里是天之盖 BGU。你也喜欢在血人城木盾单卡夜叉吗？赶紧订阅起来！好智障啊！好，谢谢，拜拜。